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冰舞自由舞比赛中最后上场的来自英国的科尔姐弟姐姐科尔，今年31岁，她是本次世锦赛当中年龄最大的女选手。前两支舞蹈之后总分排名第五位，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第八名。滑冰的领军人物科尔姐弟，姐姐很强，不但技术强，而且气场也很强大。
刚才我们看到他做的是完全是靠自己力量托起弟弟，而且弟弟是一个倒立的姿势。他们选择的音乐是来自于美国摇滚乐队林肯公园的音乐选段，那么这个音乐呢也在美国电视剧《越狱》第一季当中被作为主题曲。前两支舞蹈之后总分是排在第五位的，但是跟排在第四和第三的选手意大利和法国选手分差不到，也就是不到一分的分差。这次他们只要能够很好地划出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想进前三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第一第二名早就已经锁定了，现在是三队选手争第三名，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那么意大利主场，他们的教练是普拉托夫。我们可以注意到，看这对选手身高差异非常小。来，好，先来看这个是直线托举，姐姐是双手撑在弟弟的这个腿上倒立姿势，然后这是一个女托男，现在看到这个附加托举。这个姐弟组合，姐姐个子很高，1.68米，弟弟1.74米，所以她在做女托男的时候，因为身高的差异比较小，所以她还是能够有能力去完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成绩怎么样。技术分45.70，节目内容分47.62，划出了93.32分。三支舞蹈总分排名第五，这是科尔姐弟在世锦赛当中获得的最高成绩。好了，观众朋友，在意大利都灵帕拉维拉体育馆举行的第10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冰舞自由舞的比赛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获得金牌的是今年的奥运会冠军沃尔图莫伊尔，获得银牌的是美国的戴维斯和怀特，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菲耶拉斯加利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于小阳王晨是获得第18名。